各位有美女。虽然菜场王真的是追星追到疯啊！未来地标，如果你今天跟他表情合作，没水准，我录起来。你看很漂亮哎、欸！你走，他是上小啦。不要吵，我们的司机超好的，放走兔子会中毒的。你关心兔子不关心我？你会咬我吗？动物都可以跟你很近距离的。你在扮演空手兔吗？比纽西兰还要纽西兰，好可爱啊！啊！切送哈密达，哇！照太阳照一下，真的是彩耶，动起来各位！哇，好快啊！幸福哎！不准！不然我们带小孩出，可以带出门，但不要跟我出来。让我们拍一个甜蜜的两人。你要我走，我偏不走。为了三个什么老板的努力的。我刚刚我们去做了变美之旅的第一个部分，然后呢，我们现在去吃个午餐，去 cafe 打卡。菜场我选了一个很漂亮的打卡 cafe， 然后今天主要就是吃吃买买。然后你们想要看老师给我们的什么专业？记得要去我那个 vlog 看哦，今天收获很大。哎，整个装潢超漂亮的。各位有美女，是美女吧？一个是我们的，他想我叫的是什么啊 ？Pumpkin 啊？那面包你叫的 Pumpkin 的，然后我叫的 Tomato Spicy Soup。这个是我的 Earl Grey Latte， 然后他想我叫 American。这边的 view 真的很值得，这个比欧美还好，真的，它偏土耳其风的那种，里面这是土耳其风吗、这是法式，法式意大利，意大利法式，喝下它的 Earl Grey 的杯，它整个很奶去，一点点甜，可是很好喝，很香。哦、看不出来，我还以为很奶耶。我喝什么 Americano？ 我还以为很奶，可是没有很奶。刮面包蛮好吃的，还有芋泥、啊。嗯，所以这里我不要。芋泥好吃。我讲面包好吃。金瓜。我没有，如果你们爱吃辣，真的可以点这个 Tomato Spicy Soup， 超好。哇，好小只张！给人家看到了。你叫哪张？不要这个，这两个，这蛮可爱的。哎 ，OK。结果没有配，我们还是每天都有。哎，粉色比较好，很难按哦。你看，按到在哪里？哦 ，OK。哎呀，菜场王真的是追星追到疯啊！他为了那个 Kim Ji Woon。的那个什么烧酒的杯子，然后来到 Lotte World， 不要买的。那个地方只有在 Lotte 卖。哎，这边蛮美的嘞，去拍个照。什么？帮我拍这边刮刮胶。我跟你讲，我不舒服了。要不要帮我拍？要不要？还好。OK， Yes。不过我说我今天真的非常不舒服，没有货。哎，有货。但是那个烧酒杯没有他的脸，我买了。哦，我们买了蜡笔小新，还有野餐布。蜡笔小新，我们是第一次买野餐布的。现在韩国很烦，韩国用蜡笔小新欠我们钱，而且又可以退税哦。我决定要报复蜡笔小新，未来机喵，如果你直接跟蜡笔小新合作，我用蜡笔小新骗你们钱。哈哈哈哈哈哈！小心一点哦。功力哦，现在被当小偷。头痛啊！头痛。因为到处都有蜡笔小新的东西，很烦呢哈。你看那边，没有？你看那边，全部。我们又在哪里？滴滴滴啊！你看要买吗？你看，全部蜡笔小新。我们的蛋，哇，那个烧饼哦，很新鲜哦。我是觉得看起来很新鲜。没想到在我们面前煮了，有点饿。我刚刚就在工作，然后也是拍了变美旅程的第二天。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我们的早餐是一杯巧克力，是蛮好喝的，
是巧克力拿铁。我们来吃土豆汤，感觉很不错耶，太幸福了。有会说韩文的朋友，我们这几天就是很辛苦。好，大份，很大的，而且好懒，它完全就是剥皮而已。好软。你先，你们比较老。什么肉？超嫩。没水煮，看到这个面包，很多人排队，这是韩国很著名的盐面包。这个又坐了韩国的司机，不行，每次都是这样。那上面要搞过啊，这会开车踩油踩油。哇哦！那我都先。Thank you。好才赶得及。买好了。我们刚刚两个人都觉得刚刚的面包还好，不太好吃。因为真的，这个面包又油，把得太多，没有那么的好吃，觉得普普通通。看韩国的店哦，真的是很可爱哦。这个装修，然后我对这间很有兴趣。我们又来 Tambourines 啦，因为我们这次想要买那个车载香薰。sold out 啊 ，sold out， 很可爱耶。各位，我刚刚从药店出来，哈，好可惜，我刚刚没有拍到这一步，因为我便秘，我就要跟他沟通，然后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英文，然后呢，我就用了 interpreter， 全程用 interpreter 讲话，他讲话然后超顺，他直接解决我的问题，他买了，然后我还跟他讲，哦，我不要很 strong 啊，他讲有一个很 strong 的是五分钟过后，我讲，哎 ，no， 我要晚上吃，然后隔天可以拉的。哦，我很难表达。哦，很难表达，就是很。用英文讲也是很难表达，然后直接给我一个药啊，开心。对啊，大家我真的推荐你们哦。Samsung 有一个它内建的，真的是内建的，它一个 app 哦，很好用。对，它就是我这边讲，我便秘想要买药，你看，然后它也可以直接用英韩语这样子讲出来的，超好，超方便的，我真的太开心了，哈哈。给你们看第一视角，我用追踪好了。OK， 走。我们每次这样拍摄，好，我侧一点给你，好了，这边比较有韩。走慢一点，走慢一点。我他妈全身了，我跟你讲，走慢一点，没阳光啊。要怎么去啊？二十秒。快点，用跑的可以吗？你走慢一点，因为我拍不到。OK， 好了，这个 OK。好哟，哇，这边呢，我们再可以拍两轮了。然后我的镜头跟着我，好爽哦。啊，这边。好看。啊，这边比较好。放大就好。OK， 成功。当你出国，你要拍 YouTube， 你要拍 IG 啊，你要拍 IG Story 哦，只有这样啊，随时准备要进入状态。我跟你讲，我们每一次从计程车下来哦，都需要一个时间缓冲一下自己，因为真的好想吐啊！真的是韩国人都没有再 feedback 给他们的韩国司机。然后呢，蔡灿勇在这边找到了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像在海底世界一样的咖啡厅，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咖啡厅拍照。哎，今天的阳光真的很好看哦，给你们看。哇，这样美，这样美的。每次来到汉江这里，心情就会超好了，能听听大自然的那种蝉鸣，还有标志。人家小心屁股哦，放地上，不要掉。不小心啊，就超大力，看看，拍到了，我拍到了，没有机会辩解，有点大哦，阳光。OK， 可以，可以，快点，快，你要学他走路啊，要走路哎，不是这样嘞，看，完全不舒服的状态，你去学小心走路，看到小心标示，小心要走路喽。真的，各位，如果和你要来韩国自由行哦，我觉得不需要学多，你学一个韩国的字母，
至少你会看它的路牌光金桥，就是完完全全真的可以超级自由行，你也不用翻译那种不会很厉害讲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真的自由行像我们这样子，我们真的是看地图这样子自己走来的话哦，你就必须要会看，因为你就不会错过。然后那些 map 啊，你也会看啊，就超级方便啊。原来是要上桥。那韩国的大自然真的很漂亮，看公园，然后这里他还帮我背工作包，里面都是工作用的东西。现在很期待那个餐厅，因为那个人讲这个餐厅是建在桥上 ，Amazing！ 那好桥是挡住你啊。哦 ，OK 啦，很害怕。我觉得也没关系，要走错 OK 啊。对，给你们看哦，前面是车，马路。原来美的是这里呀、啊，来 ，OK，Let's、okay, go！ 哎，哦，你要走那边啊？你不会走前来啊 ？OK，Let's、okay, go！ 哦、oh, ，好看，好看，哦、oh, ，不要冰了，哇，好看，好看，它后面很多车的道具，好看，好看。大家走这个咖啡厅哦，要小心一点哦，因为要一直过马路这样子的。虽然讲还是很开心，但天气很累，很热，拜。太阳很好，蓝天很蓝。各位，你看到路口吗？看不到吧？耶！什么桥？汉江桥八号啊，八段了。光金桥八本嘎。哎，不要看，没这样看。哇！好，平常我们在汉江边吃东西。今天我们在咖啡厅，你看很漂亮哎。哇！有幸福感，我不懂为什么每次来到汉江就是充满幸福的感觉。哇，好漂亮哦！给你们看，不懂你们看得到吗？你看，咖啡厅底下呢，就是那个有位置的地方，可以踩的嘛，脚软哦。这边是其实是一个可以看书的地方哦，图书馆。水啊，很便宜吧？两千韩元吧。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视角，啪，想跳下去哦。这个应该很恐怖。嘿嘿，吸一下，哇，超油！给你们看一下，嘿嘿，它坐在中间，来，你要踩在上面，它脚软，蹦，害怕害怕害怕，它的脸害怕害怕，就要拍东西，试试看放松你的嘴唇。我们现在。在宏大的路上，刚刚坐了计程车，哇塞哦，接近一个小时多，接近两个小时吧，才啊，一个小时多。现在要去吃炸鸡，然后我们又约好佩玉了。Chicken chicken chicken chicken， 哇哦，这里好漂亮啊！哦，那边有美女，她跟我拿着同款的相机。这个人选择超级多人，还有好多选择，不知道要吃啥。哇，好可爱。耶、yeah ！你又买相机了？对，我就是一直无限的买。狂买！大炒年糕跟三个，一个原味，一个大蒜，一个辣。哦，哎、欸，还有，是不是三哥点啤酒？你讲压力很大，是不是？对。啊，哇，不知道喝就好喝。蒜，给我喝点。我要来头贴咯，真的耶！ Yeah、大家会不会以为是同上期？应该是你入股了，大家会觉得。那是马来西亚可以开一家。佩佩，就这间的。哇、哦，这间有吸铁，好好。你长得这么小啦！哎、欸，我觉得你不要擦掉，因为我觉得很有特色。跟大家打招呼。对啊，可以的，太阳宝宝。哎，你登记了吗？还没。还有机会。哎、欸，开始。你要近一点，你近一点，然后裂唇哦。好恶心！你的观众，你很想吐，我跟你讲。你看他，这是最有记忆点的一次。可以擦嘴了吗？现在拍完了。擦一下。哎，不要这么喊，大家以为我干嘛？哎呀，怎么可以啊？各位，我跟你讲，刚刚哈，我去一个。
类似像杂货店的地方买了一个东西，很可爱。你看，它是一个 baby， 然后呢，可以这样拉，它可以这样，这样挤书呀。你看几可爱，他们讲我浪费钱，可以这样，大冰脸。对，这个我懂，这个我懂。你这版的，什么都是爱你的形状。留言让我知道我买的这东西是不是很有用。不要吵，它最缺点真的是大缺点，不然我一定会握在手上了。你相信等一下你拍片的时候我吵，它的那个塑胶会超臭，不然我一定会握在手上。留言告诉我，我买对礼物，错，很解压。你看，答案先放第四天。今天刚好是我们的 10 years anniversary， 那叫什么啊？那叫周年节，还有结婚纪念日，在一起的周年纪念日，交往纪念日，好奇怪哦，这个名字。今天呢，我们终于要远离首尔了，我们要去比较远的地方，去看看韩国首尔以外的世界。不然我们每次都待在首尔，真的是。要不是因为工作，可能我们现在还是在一起。对，不然我应该会感觉我们会。应该有六七只都在首尔、啊、真的，而且都是宏大这一群，就是觉得看这边我家这边。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去到的地方叫春川，就是一个很漂亮很大自然的一个地方，太开心了，终于可以远离城市。我们周年纪念日一样呢，不是我们两个人而已，我们已经不会两个人一起玩了，老了老了，不是老了，就是我们两个人都不是属于那种两个人过恩爱甜蜜的那种生活，平时都已经两个人太多，所以我们就是就了可以跟一个之前不知道应该有出现过的日本同学，日本同学麦伊，我们一起去玩。我们现在要去搭地铁，然后到下一站集合。优先来泡个咖啡，OK， 我们准备好了，香槟，猪吧。不好意思，各位，你们的视角 maybe 会有点奇怪，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买的这个咖啡拿铁好好喝哦。嗯，哇，真的不输那个咖啡厅里面的咖啡拿铁。我们现在要走去我们的捷运站，然后再跟佩佩他们会合。哇，他手好冰哦，手好冰哦。哦，好冰好冰，先进去。嘿。叮，好，哦，我们现在要去新春站电灯泡。日本同学买，欢迎希望。哈哈哈哈哈！随便的吧，啊，后面好吵。哎，一个近景嘞，慢点慢点慢点。够了。来，老师，我来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不知道，哎呀，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到了，天气超好的。我们总共来到这里2小时40分，前进3小时，加上我们中间搭错车。我们现在吃东西，有点饿了。怎么能转多一次？这个裙子很像蓝莓起司蛋糕，你们自己看它是这样。蛋糕裙。可是蓝莓起司蛋糕耶，怎么可以想得出来这个词啊？蓝莓起司。可爱的人就会想出可爱的话。哦，你对。一堆夸张了，佩佩刚刚把那个第几次随便刷的，不是随便刷，就是里面有多少钱可以刷多少，就是不需要验证码的。对啊，我也没啥钱，没关系，方便的。有钱人没关系，好无聊，应该被讨厌了吧？想要剪头发。你这个里面的几只？来了。好香哦！所有热干的，衣服要脱掉。一下子就上菜了哦！现在来租车，hello。Malaysia? English OK or? Yes, English. Okay. Ah! 我们的司
机超好的，因为我们就是最后叫了 Uber 来这里，然后那个 Uber 的司机他愿意等我们，问他要再多算钱吗？他说不用。他现在讲完了，我们要算就说7万。有可能哦。我们到了 Happy Farm。我就是喜欢这种蓝天白云，晒哦。这个总共是28000，一个人7000，哦，好贵呀！哎，没有20多块。会不会其实没有这样？难怪他想说什么，我要玩一个小时。他应该有疑惑哈。就是哦，不就是一个农村？啊，好漂亮，好喜欢。漂亮，但是 Thank you。哦 ，Rabbit，OK。Young Groot。Young Groot。Two person one cup。OK。我们可以 only rabbit， 我们总共拿了2杯，两个人1杯，然后这个只可以喂兔子，放走兔子会中毒的。你关心兔子不关心我？你这样吃兔子会中毒。Rabbit， where's rabbit？ Oh， rabbit's here。 哇， rabbit， 啊，可爱。你要吗？哪一只？中间那个长长的，是不是？来了来了，这边喂它喂它。这边喂兔子。哎，只要一整根抢走了。很漂亮。No， 不要抢，给你。哎哎，一个。No， 抢。No 抢 No。不可以抢，不可以抢，要抢了。来 ，Hello。可以让它干嘛？你看它好可爱，它伸手音啾。啊，你会咬我吗？会有。我觉得它会咬我。它两个颜色很可爱的。对。哇，这里竟然是他们来过的，丽来过的 ，in the show。这边真的太热了，然后我跟麦先来 order 饮料。来拍照，太热了 ，hot， very hot， 透哦，那么多哦，那么透哦，拍照。给你们看这边哦，很可爱的是这些动物都可以跟你很近距离的。你看，好可爱哦！哟，哇，可爱，你可爱。上班时间，你在扮演空手推吗？宝贝，住船，停！你也是有颜色，哎，你来，找你，哎，这边这样。他们好臭。臭叫什么 ？Nancy，Nancy。它这里好漂亮哦，好喜欢这里。Let's go。哇，好像还够，我们先半小时。吵架？半小时够吗？这个你可以完全近距离耶。我想要跟他吵架，又不敢。不要！他跟你对话。不好，他也很乖啊，很可爱哦，你看。他真的好可爱。Hello， 你看这样子，真的超可爱的。超级黏人，是不是？你的眼睛比还大。拜拜。前面是有福，哎，很漂亮。我跟你说，有趣的是韩文有点像英文。Photo John 就知道这里是 Photo John。すごいね。すごいね。Really？ すごい。汗超热。哇，那个汗我都吃到了，比纽西兰还要纽西兰。有没有？我们要先拍照了，因为跟司机有约好一个时间，要赶快。我们现在去下一个咖啡厅，很可爱的咖啡厅。锵，很亮。嗯，喜欢这种。啊，大自然的感觉。呀，好可爱哦！这个土豆是我们要来的咖啡。哇哦，好可爱！拍大头贴好可爱哦，要拍。它什么东西都好可爱，太 Q 了吧！它这边外面有一个土豆的大模型，上面还有冷气的。它有两种包，我们叫了两个。我觉得里面是土豆啊，边许土豆的玉米土豆，对。好大米哒，好可爱。然后这边是点咖啡，他们家拿铁，然后最有名。啊，我觉得没有办法，他这里不友好，哎，完全没英文。外国人怎么会来这么原谅死？需要找翻译机的各位再见，决定坐外面，外面比较漂亮，又可以拍照。他这蛮 cute， 嗯 ，cute 啊，一束，哎，真的是啊。在外面啊不讲，你在外面不会讲哦？
什么都不懂，叫了两种，可是感觉里面是一样的，然后它外表不一样而已。啊啾！啊！谢送哈密达，真的是你啊啾 ！No no no no， 吃吗？吃吗？可以啊，吃。看，这是美食博主哎！天哪，美食博主，哇，照太阳照一下，真的是。看里面哦，放开。你们都好丑哦 ，ugly。ugly。你们没默契，为什么我们晒着太阳？这好热啊！好热。换位置。换位置吧，一个。我们几点要走？我们大概多五分钟。真的，真的，没开玩笑。要叫车。你们要打包啊？对啊，你们要打包。它外面的是很 Q 弹的，是哪里的？嗯，刚刚那个土豆包哦，它的外皮哦是好 Q 的那一种，知道吗？这叫什么？I don't know， 搅拌吧。那看谁会？我的。我说我们吃不完就可以外带，应该很快就可以喝完了啦。我们这边做不到五分钟，我们又走了，因为我们要赶下一站。我们真的是踩点而已，没有吃过一个咖啡厅这么超级，我们只有五分钟吗？不，五分钟我们就走了。我们要坐的这个就是踩单车的 Rail Park， 我们买了四人一车。坐车了，结果我们发现我们其实已经坐过了。就记得我们那时候也是这种时间，就晚了。对，然后我们踩在微微的时候已经天暗了。哎，是啊，完全忘记。哇，后面还有冷气。Oh my god！ 我有带，可是我没有带出来，太重了。踩呀，动起来，各位。OK。脚要踩哟，才会动。不要有，不然是你啊！哦 ，break， 啊 ，here，break，here，yeah， the silver one， 运动哈的 ，yeah， 运动哈的 ，let's go， 大家，哎，踩嘞，很重哎 ，break，let's go， 拜拜 ，keep distance。好爽，好凉啊！还是不用踩可以吗？哇，好快啊！哎，有这么快吗？不用踩可以，好不好？好快啊！下面加油，下面他蛮快，一下来一下下。这风景美耶，段距离是完全不用动的，行，最大路，好漂亮哎，哇，很好看哎，哇，好凉哦，哇，有泡泡哎，哇，我不要吃肥肠，哇，很幸福哎，好漂亮哦，而且里面很冷哎，对，哎，这跟我们之前来的完全不一样了，我要跟对的人一起来。我们要进入 disco 风了，前面隧道，前面隧道有那种 disco 的感觉。前面有夜店，大家 ，Let's go！ 欢迎进入隧道夜店。嘿，哒哒哒，哒哒哒，哦哦哦。
风扇。火车来了，我们要回来。我们中户外，我们中户外走。好，可以可以，户外可以。结果全部人都要。终于可以回去了，要两个小时，刚坐了两个小时的路程。生小孩也不能够带船。刚我们聊了一堆，就是关于生小孩的事。不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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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我们带小孩出来。可以带出来，但不要跟我出来。好饿啊！我们现在已经晚上九点了，还没吃。我们随便找了一间，因为太饿了，感觉坐这里可以耶。完蛋，这味道很重。我们又来拍喽，大头贴。结果我们又来拍大头贴了。遇到的不要讲一样东西，这边就学我，爱学才长有，真的。哇，肚子好大。对啊。太棒了，阿妮，狗。我说加油 ，Just kidding，Let's go。各位，我们现在开始拍。靠，没剩五秒了。怎么这么突然呢？十周年，十周年啊！你们比死，那我比爱心。拍完一个四个人的，等一下我们拍一个甜蜜的两人。两个吗？不是，哈哈哈哈哈！看你而已，看着我讲干嘛？看你，但没有跟你拍啊。哎，白痴啊！长得帅没有那么多力，有你谁啊？我是你身上一个帅的朋友啊。读出安静了，哈哈。哇，好可爱。可爱，因为他讲可爱。哦，可爱吗？可爱。No， 笑死他。笑死他。哈哈哈，他是机器人一样。好好看。这是我的韩国拍第三次的。一啦一啦，哈哈，再好笑再好笑，哎，没有啦，背，哇，哟，哎，不要再呱呱叫哦，狗，扛垃圾，扛垃圾，哈哈哈，找到朋友了，哦，鸡架。在那个袋子袋子，哈哈哈哈哈！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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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拜拜拜拜拜拜，明年见，拜拜，十周年结束，还没有，还有两个小时，然后你想怎样？怎样呢？很好笑，吵架了，我们十周年他们吵架，哇，他甩行李就走了，真的吗？哦，女生对男生的，我也想要这样可以吗？走啊！追我！走啊！追我！走啊！走快点！走啊走啊！哎，你要我走，我偏不走。所以呢，做人要有底气，对不对？然后我好想走久一点，我现在好饱。走啊！回家了，回家，太热了。早安呢，我们现在在早餐店，给你们看，这早餐店超漂亮的。外面还有草原哦，外面很热，等下再出来拍照。食物到了，晚餐，还有我的一个 breakfast。韩国早餐真的没有太多东西可以选择，我还要选择哦，都是那种饭啊，饭就是那种冷面很饱。然后，哇，最喜欢焦焦的，还有 French toast， 你看，
焦焦的，嗯，好吃啊，嗯，脆脆，然后还有一点烧焦味，我最喜欢，现在我们要吃晚餐了，然后呢，我们刚好就约了我们上一次来韩国认识的新朋友，就是松波 editor 的老板们、理事长们来吃个晚餐，聊聊天，增进感情，然后来这边练酒量，对吗？对的，我准备好跟他们 PK 了。我们现在到晚餐的地方了，听说是韩餐。哎呦，老板们好，老板们好。算了，哎，我멋있어진것같아요어예쁘셨고예쁘셨고 handsome boy. Welcome to Korea. 우리때문에왔어요너무너무반갑고감사합니다반가워요반가워요 I think your look is so Korean style. Korean style. I know your Jenny. I'm in the trend. Korean fashion trend.So, 我跟灿灿我们准备了 Party Plan. This is Drink Drink Drunk. Drink Drink Drunk. Yeah, you drunk. 他们不知道这种词吗？这个一个哦 Hangover. 韩国传统酒。他们讲像香槟，够力啊！香槟会更浓哎。来来来 ，Go Go Go Go. Go Go.看有没有用？主持人准备好没有？嗯，准备好了。你看，那正在倒酒。嗯，爸妈过来。他听得懂华语就好笑。哦吼，炸虾子耶 ！What is this? Melon, apple cider. Okay, I like this one. It's like baby drinks. Baby drinks. Baby drinks. Do you like it? Yeah. Oh. Oh, baby drinks.I teach you guys Chinese word, very good for everything. Okay. If we speak Chinese Mandarin to you, you can say 笑死哈哈哈。笑死哈哈哈。Yes. It means you can use this one. 笑死。Is it? It means. 要怎么解释？就是 No. It's definitely. It's definitely. 你们吃饱了吗？ I know. 吃饱了吗？啊。And then you 笑死哈哈哈。Yeah, you cannot. Yeah, no expression one. 笑死哈哈哈哈！真的是忍不住了。啊！叔叔手上的面膜三小时了。哦。glowing 的感觉，看得出吗？哦，这样会很明显。就是你看，超厉害的。我们又有新礼物了，这个是一个仪器，这个就是给你打在有像纽雀斑有那种痘印的地方，它就可以美白提亮你的肌肤。我们现在跟着下一团，我们今天要看谁。可以了，谁可以活到最后？谁可以活到最后？来，加油！回答三个什么老板要倒地的？哎，加油！